今日喺深圳南琼广场搭巴士去大顶岭绿道虹桥公园。依家嚟到光明滑草场公交站。大顶岭绿道，正式进入大顶岭绿道公园。浮桥，我哋第一个景点去浮桥。离开浮桥去探桥，探桥仲有0.9 km。下面就是探桥啦。
哇，下面应该是一个高尔夫球场。在探桥拍完照，我就离开去沿桥，要沿路上翻上去沿桥 1.5K。现在来到沿桥的入口，哎，今天封了，可能前面有些工程，哎，去不到沿桥了今天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唯有呢就转入喺虹桥。呢度就係虹桥嘅入口。依家上去呢个虹桥嘅观光塔都有成四层楼高嘅。虹桥好靓啊！下面就是一个高尔夫球场，好靓啊，好大啊。望返嗰个观光塔，我哋头先就喺嗰个观光塔落咗嚟呢度。嚟到呢度望到條圓橋啊！呢條就係圓橋啦。不過今日封咗路喎，上唔到去，可惜。
虹桥，行到呢度咧，已经行完条虹桥啦。依家出翻嚟虹桥步道，出翻去公交站。离开虹桥公园，我哋坐巴士去蓝鲸世界。在光明之眼拍完照，我们现在搭地铁走了。